本当。
第二个比第一个投票多。一是扣一，剧场扣一，新扣二，你们竟然扣二的多，你们确定吗？大家怎么这么喜欢听啊？为什么？这个频率，我们来听一下。
么少呀？多少次？有人数了吗？刚好一分钟。刚才有人在数吗？我数也是81。直播间好不好？都没有人帮我分享直播啦。都没有人帮我分享直播啦。
下，老公，三个就可以了。
过两个男子了。老公，老公，刚搬家了，老公。小扇子，哦，小扇子就可以卡牌子了。一个小扇子，求二十个大丝瓜啊，大丝瓜。你们是更喜欢 Q 币还是更喜欢什么？二十个大丝瓜。先进入角色，一会儿你就是我的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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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我看一下有什么样子的声线才是你最喜欢的啊，哥哥，哥哥，哥哥 ，OK。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会影响你的心情吗？
都过去了。我们相处的时候就开心开开心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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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心的，好不好啊？哇，给哥哥点了奶茶，猜猜这是什么？不对了，这可是百岁山新出的奶茶呢。鱼圆，鱼圆是我最爱喝的。哥哥真笨，把我喜欢的口味记得这么清楚，自己喝的就记不住了。来，哥哥，你快喝一口。怎么样，甜不甜啊？啊，怎么他从来都没有给你买过奶茶？没关系哦，以后我每天都给哥哥点好喝的，怎么样？哥哥，来我房间吧，我们坐着聊会儿天，怎么样？快来啊！我知道哥哥会来，所以特地收拾了一下。好久没有这么面对面的聊天了呢。因为哥哥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人，我怎么敢打扰你呢？直到你谈恋爱之后啊，我就一直担心你啊，我怕你谈恋爱会难过。虽然我对哥哥没什么想法，但是还是有一种自己珍藏好久的宝贝被拱手让人的感觉啊。对啊，我一直害怕他惹你生气，对你不好。本来哥哥你就应该是我的宝贝，谁要是欺负你啊，我一定饶不了他。哥哥，哥哥，你要是啊能笑一笑就好了，别难过了。和他分开其实也是好事儿，你看我们都多久没有联系了，好多有趣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跟谁分享了。偷偷告诉你啊，我最近学了瑜伽呢，我可是班里瑜伽的尖子生呢，好多瑜伽动作我都特别厉害的。哥哥，哥哥，哥哥，哥哥随时都可以来找我玩哦。听朋友说你们也经常吵架，
我很担心的。反正啊，我们身边的朋友总说，觉得咱们两个人很合适。这种话听多了，难免啊，他也会误会的嘛。真的是对不起，哥哥，都怪我，都怪你们吵架，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子啊。说到底都是我的错，我不知道他会因为这些流言蜚语和你吵架。啊，哥，哥，你突然离我这么近干嘛？啊，我没事儿啊，真的谢谢哥哥，好久好久没有跟哥哥这样子抱在一起了。哥哥，哥哥的怀抱好暖和，让人感觉好安心呀。其实我也很委屈啊，他怎么总生气嘛？我们之间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那不就早就应该有了吗？啊，我知道他脾气不好。女孩子嘛，可以理解的。其实我好羡慕他，我好羡慕啊，他可以很随意，有你包容他，我就不行，不能像他一样可以随口说脏话。我好羡慕这种随性的性格呢。我就做不到能够跟男生开那样子的玩笑啊。哥哥不喜欢那样，我都不知道。我以为啊，这是男孩子都喜欢的性格啊。这段时间啊，哥哥一定很辛苦吧？在我这里的宝贝，一个人怎么能在那里，别人的那里啊，受那么多的苦？要换作是我，我绝对不会让你不开心的。因为你是我的好哥哥。你说我们是不是要一辈子都不会分开啊？快说，哥哥，你快说，我们是不是
一辈子都不会分开啊。哦，对不对啊？我留在你身边默默待着就好了。我不敢奢求什么东西，只要在你的身边，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幸福了。真的吗？真的吗，哥哥？今天晚上陪我一个人吗？我真的好害怕啊！我每次都会做噩梦。嗯，谢谢哥哥，哥哥真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只有在你的身边，我瞬间就感觉自己元气满满。哥哥，你是不是啊有什么魔法啊？没有吗？那我怎么感觉我像被施了法术一样啊？哥哥，哥哥，哥哥。哥哥，每次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真想一辈子啊跟你在一起呢。告诉我，哥哥，你累不累啊？告诉我，累不累？啊，累的话，要不要妹妹帮你舒缓一下，释放一下你最近的压力啊，让你的身体放松一下。嗯，你快说话，要不要嘛，哥哥？怎么啦？怎么你一个七尺大男儿现在竟然还害羞了？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啊！我现在就在这里等着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如果要，我帮你放松一下，那你就比划个六。如果你不想，那你就比划个九，怎么样？嗯，干不过我。你呀、啊，不是一直从小就让着我的吗？哎呦，嘴上有点拒绝，没想到身体还是暴露了，你竟然哭了六。来来来，闭上你的眼睛好不好，哥哥？让妹妹帮你放松一下你这紧绷的神经啊。啊，不要，不要害怕，妹妹，我一定会好好的帮哥哥放松的。哥哥，
放松一下。哦，舒服得很。我也看到了，你呀，舒服的连眼睛都闭上。想亲一下哥哥，嗯啊，嗯啊，啊，看来哥哥在我这里实在是太开心了。那哥哥。既然睡着了，那我也就睡觉了吧。我也睡觉哥哥，就这样睡吧。啊，今天的小剧场结束了，把设备挪一下啊。没有尺度大的。别为难主播，大家刚才不就看到了。
都说了隔壁都没了，别让主播再扣钱，你们天天白嫖，天天白嫖还让不让人活了呀，啊，对不对，还让不让人活了。现在管得很严的，现在腿都不让露了，真的，我一点都不给你们吹牛逼。你看最近我们区哪有主播还把腿放在那个直播间上的，腿都不让露的。设备放一下，我们开门了。谢谢刚才宝贝的毛发叔，感谢雪萍。想支持主播的话，直接啊送一本毛发叔。好，准备开始。今天周边大概销量有400多，抽一套，想送的送一个啊。哦，想送的送一个 ，OK， 抽一套。我们这边来几位。这个大概1块钱可以抽到100多的周边，价值100多的周边，谢 Favera 的粉丝牌，谢谢教练好帅哥哥，我不骗你啊，
价值，这个价值大概在都是在100以上，一块钱抽100以上，价值都是在100以上。就完事儿了，让给大家卡牌子的。上电视的话，现在正在上电视啊，一个粉丝牌上电视。限量影集，我很少抽的，今天抽一套。我们家很多人天天等着我抽，但是我最近都没有抽，今天抽一份。平常是一毛钱抽20个京东卡，现在是一块钱抽100多的周边。很多人都是，这个不是我在虎牙的业务，这是我外站粉丝的业务，但是今天就抽一套。别的人都是要买的，给大家免费抽一套，一毛钱。
找我啊，我给你们发钱。抽奖了，微博发微博学。上电视账户上有钱的话就可以，有优惠啊币的就可以了。上电视一个奖杯或一个粉丝牌，六个粉丝牌，十个粉丝牌的。
这个是上天模式啊，这个是上天模式啊，看一下大家喜欢想听什么。是想要我的牌子都可以藏个牌子哦。大西瓜，大西瓜，好累啊，
好累啊，为什么这么累啊？说了算吧，飞机起飞，飞机起飞，没有关注新浪微博的记得关注一下。支持下良心主播，直播整活，在直播一整活就容易被封。我不能在直播整活，直播就是老老实实的。喜欢我的直接一本魔法书冲上去。
谢大家的我们现在准备开始了。准备开始。准备开始了。想送魔法书的直接送一本魔法书。一本魔法书，一本魔法书的条件他直接送啊，有条件的直接送一本魔法书。我们的飞机是马来西亚航空，我们即将开始起飞，感谢大家的搭乘，我马上即将开始我们美好的旅程。所以啊，现在还没有登机的旅客马上到我们的88号登机口，迅速登机办理托运，谢谢。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马来西亚航空，由。上海前往乌克兰，由上海前往乌克兰的飞行距离是50000公里，预计空中飞行的时间是12小时，飞行高度为5000千米，飞行速度为每小时5000公里。为了保障飞机导航通讯系统的正常工作，在飞机起飞和下降过程中，请不要使用手提电脑。在整个航程的过程中，不要使用手提电话、遥控玩具、电子游戏机、激光唱机和电音频接收器等电子设备。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aboard, Malaysia flight.From Shanghai to, the distance between Shanghai and is 5,000 kilometers. Our flight will take 12 hours, and we'll be flying at the altitude of 5,000 meters, and average speed is 5,000 kilometers per hour.
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现在由客舱乘务人员小埋埋为您进行安全检查，请您坐好，系好您的安全带，收起座椅靠背和小桌板，请您确认您的手提物品是否妥善地安放在你的头顶上方的行李架内或座椅下方。本次航班全程禁烟，在飞机的途中不要吸烟，否则就扣你10万块钱。We'll take home immediately. Please be seated fast in your seat belt and make sure your seat belt is straight up. Your table is closed and your carry-on items and security stowed overhead, being under the seat in front of you. This is non-smoking flight. Please do not smoke on board. If you smoke, you will be paid for 10万RMB.好的，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啦。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离开上海，前往乌克兰。沿这条航线，我们飞经的省份有北京、云南、新疆、重庆、四川、江苏、郑州。经过的主要城市有成都、上海、北京，苏州，郑州。我们还将飞越珠穆朗玛峰。在这段旅途中，我们为您准备了螺蛳粉、臭豆腐、榴莲等各种我们的 VIP 餐饮，供餐时我们将广播通知您。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left from Shanghai to Along this road, we will be flying over the province of Shanghai, Beijing, Chongqing, Chengdu, Sichuan, passing the city of Suzhou, Shanghai, Beijing, Zhengzhou, and so on, and crossing over the Luoshifer, 臭豆腐榴莲 supper.Has been prepared for you. We'll inform before we serve it. Thank you, Hanta 的魔法书老板二楼有请。老板二楼有请。一本魔法书有条件的直接冲。楼上有请。And now we have served our customer's magic book. And this customer will be my VIP customer. Please come here to my VIP room, okay? Thank you. 哎，你们刚才听懂我说什么了吗？
哎呀，像你们这些没，哎呀，这个不好好学习看直播，我跟你说，谢谢点零，是不是都没听懂我刚才在说啥？谁刚才听懂我刚才说啥了？谁刚才说听懂我说啥？你在培养海外粉丝？Yes, I'm very famous. I'm a very famous expert, a broadcast, and in the world, I have a lot of fans in the outside internet, and yes, I'm a little famous. And let's go on. English is kaka good. Just a minute, kudasai. Wait, no, just a minute. Let me see. 在日语的那个 NHK 那个有点太难了。日本魔法书想送魔法书的直接送一本魔法书，日本空城的那个有点难，有些单词我他妈还没记住呢。皆さん今日も日本放送77遍ノートにご利用くださ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便の基調は全部だ。私の、教室を退団いたいします。おまるちゃんでございます。まもなく発達いたします。ずっとベルトのしもしもの位置を仮と閉めてください。ベルを空港までの飛行の時間は13時20分を予定しております。ご利用の実は、ご主人に声をおかけください。それでは、ごゆっくりおくつろぎてください。这个还得再练一下，这个有点太难了。有点难，因为这个是专业用语，这不是生活中的用语。说的话肯定不会像有的主播瞎说呀什么，我肯定是要说的是对的呀。妈，老子说的是英文啊，不是，说的是日语。
因为我专业是学这个的。再把老公给送一把，一本魔法书想送他送一把，只有一本书，看一下啊，两，来一个，要不要？把跳跳糖放给你，投票开始了，我们开始一下。投票开始一下。
下哦，准备一下。支持一下良心主播，现在我们要开始了。等一下啊，等一下，现在我们要开始了，先把这些
拥抱。让我看一下我的表情包呢。我操，怎么没有了？我在这儿。感谢老板啊，小苏模板书都送一本啊。现在哥哥给你们看一下，先把衣服来了，操！啊，先把衣服来了，先给你们看一下。啊，不对，反过来。戴这个镜像，我看起来我自己不得劲儿，那我得用这个，这个得劲儿一点。那接着心跳，这我在，这我以前直播我的粉丝给我做的表情包，感谢多哥啊，感谢多哥老板的魔法书啊，二楼有请，谢谢老公，爱你哦。想送的送一个，支持一下良心主播啊！看下消息，宝贝，妈爱你哦，爱你哦。我说实话，你要是喷我是丑女人，你就是在尬黑。如果你喷我是丑女人的话，你就是在尬黑我。因为你还不如喷我骚鸡呢，你他妈喷我丑，你这真的是不会骂人，对吧？丑这种我肯定是不丑的，所以说你没必要这样喷，你还不如骂我说公交车呢，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力度更大一点。教教你啊，怎么才能作为一个合格的键盘侠，你天天喷人家丑，你说我丑我能五十多万呢关注吗？对不对？啊！谢海怪，感谢海怪哥哥。是尬黑，你知道吗？我因为我的耐受程度很强，很难说你骂我什么会让我愤怒。我其实很少会在直播间因为弹幕生气，见人人都还好。我很少会因为。弹幕生气啊！怎么办？我继续啊，继续听，把刚才那个心听完。想送魔法学的哥哥可以送一本啊。
受到了松绑，我们开始那个继续。刚才因为有人送魔法书了，所以有点中断了。我们继续，我们来数一下多少啊？先给他们弄完。10万块，大家总说我整容了，其实并不是整容了，就是因为整牙了。做了一个美白和那个贴片，开始了。写说明书，感谢贝爷用力的魔法书大气，感谢说明书的魔法引擎啊，感谢贝爷老板二楼友情啊。北广深江州户的哥哥，喜欢的直接送啊。直播的话没办法整活啊，我们直播间的麦。我稍微叫一下，超管都说我娇喘，我都不能跟你们家太家的说话，一家就完蛋了啊，一家就完蛋了。来吧，想送都送一本。感谢老爸的魔法书，那个我们那个纸巾买一下啊。
回下，来，家人们，还没有睡觉的扣个一，没有睡着的扣个一，家人们，没有睡觉的扣个一。没有睡觉的扣个一，我关掉了，我关掉了。现在来统计一下，谁还没有睡觉？还没有睡的，扣个一。家人，我睡不着。还没有睡的，扣个一。好，现在我们要开始，数。一分钟我有多少次啊？一分钟我有多少次？所以啊，我说开始了，你们就开始数好吗 ？Hello banana， 我说开始就开始数啊。助理啊，上电视啦！上电视啦！
震啦。Oh.
某某说